胎质，胎质最重要的胎质就是瓷器底下那圈头，就漏那么一点儿，在这一点儿，你从前的咱们不管啊，咱们今天讲的是元明清，从元朝开始，元明分永乐宣德，中间那个所谓的空白期不管它，成化弘治正德，嘉靖隆庆万历到晚明，这个胎质一个时期一个样，一个时期一个样，别把它看成统一了。永乐的胎子是最细的，这样依次往下就要看清楚了。胎质，胎质就那么一块，你不能给它打碎了看。有人说我胎质里头有气泡，这那这都不对的，这个说打个眼儿，谁能把那瓷器打个眼儿去鉴定，那太愚蠢了。那个前两天那个大英博物馆来了三件唐三彩，脑袋后头都一大窟窿，钻一眼儿，问我真的假的，拿着鉴定证书还压膜了，大英博物馆盖的证明，我说这我拿走，你心里一句别找我鉴定，全是假的，他们如获至宝，外国人说了算，结果怎么着，没人要，你相信仪器没人要，人不要，对不对？挺好的那个瓷器一级品，您给打个点吗？化验化验行吗？那瓷器烧是这么循环的热，是吧？它受热不均呢，它化学反应，是吧？你能把千变吗？另外还一个，这个瓷器那个草土和釉料和这个彩瓷那配方，就跟那烤鸭子似的，是吧？人家那烤鸭子能，人家就说把这鸭子从孵鸭子到烤鸭子全告诉你，你也不会，你把那配方拿你烤就是，不是糊了就是飞了，要不然脖子就折了，要不然生的，要不然半生不熟的。你看人家师傅咔一烤一看，哎，这人家那熟你就不灵。对不对？那一级厨师做的饭跟你做的就不一味儿，我告诉你。那人家干嘛拿特级大师？干嘛分等级啊？那刚才甭分等级了，瓷器鉴定就是胎体那一个圈足那个漏摊的那地方。如果其他特殊烧法，就漏那么一点，就从那一点下功夫，啊，这是胎质，釉色。有人讲课就讲这么一句话，闪青闪白，闪青闪白，闪了半天不知道闪的什么，就说瓷器井子镇的瓷器打一开始烧制一直到现在，每个时期的釉子都有每个时期不同的颜色。今天早上你看了几个瓷片，虽然小但是说明问题，你们手里有瓷片去比比，甚至同一个时期的釉色都不一样，是吧？那怎么办呢？您慢慢仔细去揣摩去，慢慢从心里体会。有人说拿放大镜看气泡，没有一个瓷器不带气泡的，谁能把气泡给总结出是元明清来，我服谁，我拜他为师，是不是？想当初烧瓷器的时候没有放大镜，没注意这气泡。另外一个釉料，到景德镇去，你看那师傅配釉料，一个大缸，黄不黄，白不白，粉不粉，那么一个釉缸，拿那锅往里一杵一挑，行了，他说行了你就使，但是一杵一杵，哎呀，大乎了，您就得给人加水，他一杵，哎呀，不行，太稀了，给我兑料。他怎么一杵就行，你杵一试试。那个师傅挣钱挣的特别多，那个，那你怎么办？我到四川宜宾出五粮液的地方，那勾兑师在88年的时候就挣5000多块钱，他从6年级9奔1年级9扔一坡，
那叫勾兑师，他一泼那刚做的那酒就是五粮液，那就是五粮液，你泼不试试去，人家不请你，人家那几十吨酒八家一出来就价值几百万，人家一泼人就值钱，你那不灵，你那个是不是？说勾兑师嘛，那叫勾兑师嘛，法国那香水全是闻出来的，没拿科技配出来的，闻出来是香的，拿科技配出是臭的，是吧？一个是香水，一个是茶叶，一个是酒，别的咱们甭说，什么炒菜啊、做衣裳这都甭说，是吧？都得凭着感觉走，是吧？不可能它有一个规律。还有那个入炉烧火，烧火我在去参观的地上净这么大，这个圆大啊，差不多圆大。满地都是放的瓷片，带一小窟窿，还都上着釉，白的不带残。我说这什么一地这玩意儿，满地汤的都有踩碎了。我说这什么玩意儿，问他们那忙着都不说。后来我问他，我说这叫火眼，火眼咱们不知道为什么在地下扔着，随时捡起来，随时把那桶一窟窿，拿那罩叫罩子，拿眼一罩，听火，那就给听火。那一照撤火，你就得给人撤。你不撤是不撤，不撤就一窑都烧坏了。那窑挺老大的嘛。你照出去，你唱老都是那色，老是那色。人家就知道哪儿火大，哪儿火小，人家就知道天火。那是经验。将来有时间到景德镇看看去，看看去。是吧？一看就明白了。你以为那么容易啊？光那陶土提炼就不下几遍。现在比较糙的这么做，先把磁石拿球磨机打成粉末，然后和成泥浆衬底儿，叫沉泥啊。沉完了上的刮出去，重新再球磨，底下那一层紧底那层不要，要中间那层，中间要底下那层最细的。细的完了出来再球磨，球磨回来再拿水打，这波打完了再这波再要中间那个，打几遍完了以后搁那无纺布，那大口袋把那泥搁里头，拿那个对压的那机器上好了，使劲那么卷压出那汁儿来，那泥汁儿，然后给它弄成让那水自己蒸发，然后把那泥抠出来摔成泥块，这才能用的。您当时随便拿抓把黄土就做瓷器了，那不可能的事儿。就是这样做也比古代的粗，就现在做的瓷器也比古代的粗。什么原因？现在用磁石球磨，古代是天然瓷，天然的高岭土。大家我不知道你们困难时期学过这没有，景德镇在解放清朝的时候饿了吃什么？吃观音土，听说过没有？嗯，对，那是最好的瓷土，搁在嘴里绝不牙碜啊，那玩意儿吃完了光胀死，就胀死为止，胀死为止不盘。那清朝时候那饿的没办法，逃亡就得吃的高粱，那叫观音土，那观音土是最好的瓷土，现在都没了。是吧？你要饿了再想吃观音土都吃不着了，现在都使完了，全都。所以这土使完了以后，你再找那瓷土没有了，它那瓷器烧不出那特征来，是不是？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，还用大道理干嘛呀？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你们大家说知道田黄石不知道？嗯，田黄石最值钱。明朝挖出田黄石，红红的带红。黄里透红带血丝，是不是？那是最好的明朝的。到了清初的时候挖出那田黄石时候，黄里透红没有血丝。到了清中期的时候挖出那就是鸡血黄，那鸡血鸡油黄。现在挖出的田黄石是白黄，一层不如一层，在地球表面那是最好的，
下去就刺一点，玉器也那样，早期的玉器是河床上面的玉，用完了再挖底下的绝对没有了，都没了，你还没事呢，没了你还追求出有了还行啊，您说对不对？使完了您再出就没了，那怎么办？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要注意，得把这第一得把这个自然情况的分析清楚，再慢慢探讨瓷器，不就容易了吗？是吧？这个釉色呢，这釉色人工经验的配方，没规律，你非得要找出个规律，你找出来吗？他一统治一规律，他一统一规律，十个手法，你说你怎么办？那你说你怎么办？官窑一个手法，民窑一个手法，你非得官窑跟民窑一块捅，那不可能的事儿。官窑是估计成本，民窑做得了就得卖，它不是一个档次，并不是说有的人还说做不好杀头，这句话我也不爱听。为什么做要做不好都杀头？谁给他做呀？咱们看看史书，外族侵略中国，占领中原。第一个抢的是谁啊？第一个抢的是工匠，史书中记载，第一个先抢工匠，然后杀普通百姓，再杀知识分子，就这个。人留工匠，工匠怎么给他做东西，他能享受；知识分子留下净骂他街，那不灵的了，是不是？那老百姓没本事，他净吃饭，他养不起，是不是？中国历史是这么过来的。辽金的时候先抢定窑药之窑的瓷工，到那给做辽白瓷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他那辽瓷做了半天，就跟定窑差不多，对不对？这风格就那摆着呢，但是他得符合当时统治者需要，就得加点汗不汗，辽不辽，所以管叫辽白瓷，是不是？有的管叫土定，是不是这么来的？元朝统治了，他必然他就要按照元朝风格走，他不可能独出心裁。谁让谁给钱呢？人家皇上给钱，他得为皇上的他得吃饭。那皇上说做这个，他就得做这个。现在不是这样吗？谁有钱盖房子，我图纸完你就按这做啊。你说我不行，我给你改，你能改吗？你改不了吧？你就得老实按这做。这瓷器那公家让你那么做，你就得好好做。民间怎么？民间我想做什么做什么。说民间瓷器最复杂，官窑瓷器非常统一，不可能别出心裁。皇上不喜欢你，非得别出心裁行吗？呢，对不对？远了不讲，咱们最爱讲近的。雍正皇帝烧瓷器，他都御批，纪兰盘烧多少多多少多少套。纪兰碗烧多少多少，纪兰的高足杯多少亲瓷，你敢给我烧出怪样来？能吗？你说不是，我给他加点东西，弄个猴，那他不急了的，那可要倒霉了那个。另外一个，当时在景德镇的督窑官，那都是皇上派去的，那派的官不像现在似的，只要封你就行。那时候不懂的，你去不了啊。唐寅又会画，又会写，又会做，又懂得瓷器。你做不灵，他不干的呢，他得交纸，他得，是不是？你干嘛看看故宫档案里的做瓷器，乾隆、康熙都有御批的，都是。你敢胡做？胡做答应你吗？不答应。甭说皇上不答应，那督窑官也不答应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都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是吧？皇上说什么就得遵命，不遵命就麻烦了。这个釉色一定要注意，一个时期一个样。不信将来你们把你们捡的瓷片你们搁那晾晾试试。色彩包括青花、釉里红、粉彩、五彩、豆彩，这都属于色彩。相当复杂，复杂吗？又复杂又不复杂。说复杂没见过东西你就觉得挺复杂，大海里捞针；说不复杂，时代风格。
啊，时代风格。苏尼波清料是从元朝开始一直到宣德，这是上线和下线，宣德以后就没有了，再找苏尼波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了，原料用完了找不着了，你还那找去，那不是那叫什么，那不叫徒劳吗？那不都用完了你还要找去，你哪儿找去？现在一说苏尼波清叫苏麻，也叫厘清，藏书上找哪儿，苏麻在哪儿，厘清在哪儿，你找去吧，从明朝找去，找现在没找着，你还找去，你找去吧，你花多少钱你也找不着。两种，一种可能是异音，另外一种啊，可能当时那苏麻呀跟那厘清啊是咱们的理解，不是外国的话，咱给翻译错了，您找去吧。您甭说您这辈子再把您闺女儿子那孙子都搭上也找不着，所以你别在这儿下功夫，这种下功是徒劳的。他用完了以后，咱们中国的青花原料永乐宣德用完了没了，嘉靖隆庆万历的回清用完了，现在找不着了，对吧？康熙的翠兰用完了，找不着了。康熙的翠兰，景德镇陶瓷研究所跟国家要了款，据说是在云南找了将近五年，挖到了也没挖出一个青花原料是翠兰的，白费劲，投资了好多钱，一颗也没找着。你说你怎么办？现在的瓷器为什么仿不了过去？告诉你们大家，这不是秘密，这个鼓啊是国防用提取原子能的材料的不可缺少的原料，不可能给你纯的，那是国家严控物资，给你的都是提取完了的渣子，不纯，它反映不出来过去那纯的东西，只能似是而非。你把这似是而非当成真的了，那你不是就跟那个什么吗，就跟那威虎山说那六子撞墙了，你撞我枪口了，那可不是让人蒙你吗？要不然景德镇他怎么发财的呢吗？就因为有这些敢买了，他也敢卖，你也敢买，那可不是就发财了吗？那不是不是？不要把这什么，还有这好多，现在有的专家有的学者写书啊，真是误导，把大家伙误导到那个茫茫的大海里头，茫都给你们扔到太平洋，他不管了，他当学者去了，你那还在太平洋那儿瞎找地方，找不着，最后淹死为止。什么叫淹死？就是你买了好多东西，几千万件，几千万打水漂了，就这你们到外地去看吗？有的是，不是没的是，有的是。所以到外头一说，这收藏家协会请我去鉴定瓷器，我不去，我坚决不去。他比我知道多，我就不敢言了。我是学生，我是，哎，有一句话叫什么话来着？真的保退，真的保退，啊，真的管换，一个也挣不了，真的管换，假的不管换。有真保退，是吧？所以这事儿一定要注意，这个色彩非常复杂。我总结一条经验，不一定对。不管它哪个时代，就是一个朝代的青花也好，彩色也好，谁能在错综复杂当中看成是一个了，谁鉴定就成功了。明白我这意思吗？茶奔着一摆，不管哪儿出的，一尝花茶毕业了，奔着一摆一尝。是生茶毕业了，光这一摆沱茶，我不用别的，我能尝出的味道了就行了。我教我那学生看乾隆瓷器，我说你记住了，这就是乾隆，不管深和浅都是他，就对了。我说你甭想苏尼波清，也甭想这什么朱明料，也别想这，那你就想，你看乾隆那色儿都这样，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，记住了，行。再来一个是什么乾隆的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行了。
我说这几个都是乾隆的，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行了，哎，到那儿就买就行了。嗯，为什么？你把错综复杂都变成一个了，这就行了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今天刚才有一词件，有的说那个五彩那个，有一同志说的很对，说您说这是不是枣皮红啊？就那五彩里的矾红叫草莓，我说对，我说你说的太对了。这个枣皮红有一特点，就是家境隆庆万里有，别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别的什么时候都没有，这已经赶上钉钉的死磕班了，这个成死套子了。谁能把那枣皮红记住了，谁就能鉴定家境隆庆万里的五彩。对不起，这是死的。什么叫枣皮红？等到秋天枣都打完了，都打完了，最后那树尖那个干的也够不着，那儿搭了一个枣，又红又甜，你又馋又够不着，就那枣皮红，就是那啥。这是古玩界形容的一个词儿，您非得。去年的时候，艺术品投资说羊脂玉，天津卫有一个玉器爱好者，什么叫羊脂玉？画了点羊油灌的瓶子里头，拿那羊油去比比，这是不是羊脂玉？那去，人家羊脂是一种形容。为什么要说羊脂玉？他怎么不说猪脂玉啊？为了避讳，因为搞玉器回民比较多，起一个羊脂玉呢，大家都能接受。你说我这熊脂玉行不行？不好听，绕嘴。你说人脂白行不行？太恐惧了，是不是？来个羊脂玉呢，大家都能接受。哎，和为贵，这是儒家思想。一看，您拿那羊油去比那个，人家羊油有熟油，有生油，有刚化了的油，哪个呀？人家书上也没说呀。你拧好了的也叫羊脂，我刚拿出来叫羊脂，我没动。我刚把羊油炼完了，我成竹还没凉呢，那种黄不愣登透亮的那也叫羊脂，对不对啊？那你说哪个是？这羊脂是形容，唐三彩是说明多彩，是不是？五彩呢证明是比较多，是旱八刀呢证明简练。这有的玉器专家讲，旱八刀就八刀，你给我八刀给我劈劈试试，他要能八刀能做出一个玉蟾来，一个玉珠来，哎，他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，不可能。八刀是一种形容词，形容简练，是吧？有跟这色彩一样，你把每个时期的青花的特点你都记住了。中国青花只不过有三个最大的特点，一个是元朝到永宣德的时候这一段的苏尼伯青，一定要记住了。这苏尼伯青从元朝开始一直到宣德晚期就没了，以后再不复见了，今后也不可能了。得，这记住了，这是一大块。再有一个明朝中期，正德晚期到万历中期这一段使的是回青，蓝中透紫，这是一大段。以前没有，以后不会再有了。先生们女士们，不要去走误区，这一段是我们经过老师从他师傅的师傅就总结了，一直总到现在还一点闪失都没有了。咱们不学这学什么呀？从我的师傅的师傅就说这个青花原料就这么一段，已经经过证实了，人家已经证实了没赔钱，赚了钱，发了财了，在这儿得实惠了，而且有的人 让挨了打了，人家得出血的教训了。咱们现在还那儿另拐一弯去找这现成的经验不学，自己要开辟一条新路，那你就慢慢开吧，是吧？就跟那个什么似的，教书似的，那美国那教书也学那列子那个愚公移山。每天挖山不止，他们小学那教育跟咱们不是排排坐，人都这一块那一块，自由散漫式的教学，咱们这是排排坐吃果果，结果完了以后
说每天挖山不止，我们要学愚公移山的，就是那小孩一年级小孩举手，老师现在高科技都发展了，我不会掏一窟窿过去，干嘛非得每天挖山不止？老师们说坐坐坐坐，表扬那小孩以后，你的脑子好，现在能挖隧道了，过去不就完了吗？干嘛把山给搬走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们现在别学那搬山了，干挖隧道，咱挖隧道走一简便的道方法。所以这个色彩你记住了，色彩从青花一直到民国一直到现在，你把它捋成一条线，那是回青，就是这一段有，前边没有，是后边没有，这不是为你鉴定打开一个很简单的路子，让你少费脑筋，你非得要转着弯要找第二条路，那你就慢慢找去。第三个，到了康熙早期的时候，到了康熙早期和康熙这一段，民谣出了一个翠兰，这以前没有，过了康熙就没有，不可能有。什么时候有？民国时候仿，仿的不像，有那么点味道，没那个凝重的劲头，这不就解决了吗？我们讲上线下线的意思在哪儿？就是让你少走弯路，尽量给说对了，这是一方面，是吧？这是一方面。还有一个挺重要的，你一定要记住历代年表，是吧？永宣成洪郑家龙案，必须得记住啊！永宣成洪是郑家龙案，一定要记住了。就倒背如流，这瓷器搁着您还不知道哪个年代的，您这瞎猜行吗？是吧？这东西搁着像永宣德的永乐，甭管你错对没关系，将来咱们讨论问题这样啊，以后跟我讨论问题，这个东西奔这一搁，真的你给说假了，你给我说出假的道理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这假的你说真的，你给我说出真的道理了，没关系，咱俩讨论。对了，您那一说我绝对是宣德，那我不管您觉得不是，为什么它是假的？你给我说说，这是真的，你说假了，为什么假？不是完了吗？这是真的，你说假，你给我说出假的道理了，这不是学习吗？我老师就这么教的。好，奔那儿一搁，什么时候呢？我说这万历的，你看看对不对啊？我说对啊，怎么对法？我说什么回清啊？这是回清吗？得，这老师就问你了。问多问几句，自己心里明白了，哦，不对不对不对，这不长知识了吗？对不对？说错得错出个道道来，对得对出个理由来，是不是？这就叫学习，不能凭着感觉走，这时候可不能凭感觉走，因为这东西实际摆那它是平的，它不会变成塑料，这是实际的。所以这彩色的色彩的话一定要记住了，什么时候有五彩，什么时候有斗彩。比如说五彩最早推溯到金代里的瓷砖有五彩，叫黄绿彩，红黄绿彩有这个，但是不是景德镇，这是上县。景德镇瓷器上县是元代有五彩啊，元代有五彩。斗彩出现是从宣德开始，现在全国就一个孤证，不再要这下功夫，孤证你证了半天它就是一个，以后发现再说，没发现之前您先别把这宣德有斗彩就麻烦了。斗彩是五彩的一种，到了明代后期给它分开了，以示混淆，是吧？五彩什么叫五彩？五彩是青花轮廓线以外上彩，青花以外上彩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嗯，画一个青花，青花外边画彩，这叫五彩。因为五彩为什么叫五彩呢？五彩因为它是平涂，没有阴阳侧面，没有反侧面，没有阴阳，所以管它叫硬彩。黄的真黄，红的真红，是绿的真绿。学术界或者古玩界管它叫硬彩。什么叫斗彩？斗彩是在青花轮廓线内填彩，
在右下青花，在右上填彩，填在霜的轮廓线之内，明白我这意思吗？哦，这叫斗彩，以示区分。实际斗彩和五彩是一家子，只不过给它分开，让它这边过日子，那边过日子，是吧？五彩到什么时候啊？五彩到什么？五彩到了康熙末期，最多最多到了雍正早期，康熙就这五彩就消失了，就没了，是不是？您再说道光有五彩那是错误，嘉庆有五彩错误，乾隆有五彩错误。从宫里头到我现在工作，没发现乾隆五彩呢？那你非得要去研究，那你就慢慢研究去吧，是不是？事实证明没有，史书中记载也没有，对不对？说这样问题就解决了，就给你缩短一句哦，有五彩，有五彩，起码你给断一代是康熙以前这一条，对吧？一瞅不是康熙的，也不是明朝的，就是新的，中间道路没有，这就叫鉴定，这就叫上线和下线。什么时候再有啊？光绪末期，民国时期，适应国外洋鬼子的需要，又做了一大批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市场卖那康熙方棒子瓶五彩的，大伙争着买，对不对？争着买。打我上班到现在为止，一个完完整整的康熙五彩方棒子瓶、软棒子瓶，我一个都没见着。我们库房200万件东西，没有一件康熙方棒子瓶、圆棒子瓶、五彩的，没有一件都没有。故宫存量特别少，没事接你那儿出来就太不容易了，除非您从国外带回来，那也得考虑考虑对不对，是吧？没了你非得要找他，那不是那你说怎么说这个？好，这一段问题就解决了，是吧？这不是就鉴定就缩短你距离了吗？不是康熙以前的，就是新的，是吧？雍正没有，乾隆没有，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都没有，那你还考虑？哎，还有人呢？你看那天跟那收藏，就跟那艺术品投资那献宝，我那旁边那个，这康熙是翠兰，这说的对。说这翠兰什么时候仿的？是康熙中期，大约在乾隆以后，乾隆左肩仿的，那叫放屁，那叫根本就没有。翠兰到康熙就用完了，就没了。那么怎么乾隆又出来了？我们单位没有一件乾隆的斗彩那个那翠兰瓷器没有，雍正都没有。这是民窑东西，他愣敢奔官窑里说，那不是骂题吗？那会儿是不是骂题啊？就跟我今天早上说，你们家能找出一张62年的肉片跟粮票的就不容易了。除非你们家那时候可能有点别的来路，没有来路那你绝对没有。要不然为什么现在61年、62年的粮票、肉票、鸡蛋票值钱呢？没有，全吃光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那肉票、粮票比钱还贵呢。说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？一定要记住这些观念，看书。陶瓷史看书，画这个上下线去，回家看画上下线去，那上都有，画上下线去，什么造型什么时候有，什么时候出现呢？什么时候没有呢？是吧？那造型什么时候有，什么没有都得有，啊，这都陶瓷史翻你，都有，那上都写的清楚呢。那陶瓷史里头不完全都是。硅酸盐研究所跟着专家，那里头有好多都是古玩商的话，古玩商鉴定为什么他能鉴定出来？他知道上下线，这彩色同样是这样，什么时候有，什么时候没有，一定要记住了，啊，一定要记住了，回头咱们建筑的时候咱们再说，好吧？彩色1、2、3、4、5，彩色，釉色，文色，啊，文色。从宣德开始了，不是五彩吗？五彩跟金代那个花纹。
激活掉啊。花纹当中，大伙儿对轮子感兴趣，龙，你们记住了，回去看一看去。你们翻翻正规出版社出的书，从原车到宣德，永乐宣德，从宣德到成化，从成化到嘉靖万历，从嘉靖完的康熙，从康熙到雍正，雍正乾隆往下数，那书你有，你去看看，那龙跟龙就不一样，就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皇上批了，就得画这个。你敢不画？跟那说相声的，给华夫剧说相声的，你说不好不管饭，让你下岗，你就得给我好好画。我就要这样龙，你怎么着？这领没地儿讲去，是不是？就跟现在单位，你们在单位里头，可能现在都是自由神了。那我们在单位，不听话让你下岗，就是说明让你走，你不走不行。你哭着喊着，你冤也让你走，就那么不讲理，你怎么办？他这事儿就不讲理的事儿，你怎么办？那皇上就让他画这个，画多少多对多少多少，龙凤牌要多少多少，按着什么纹样去画，这都是有规定的。您非得把那龙掉屁股，那是你的事儿了，那个是不是？那就不灵了，那个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事情是，你看元朝的龙是小头细身蛇尾。小头细身，小头细颈，肥身蛇尾，这是规律。脑袋特小，脖子特细，身子稍微肥一点，然后蛇尾。一会儿咱们看出了一火焰尾，这一说火焰尾不是了，那也不行。但是它必须是小头细身蛇尾，那它出现特殊的，那按特殊对待，但是它总的方向是符合元朝的。另外大家记住了，画龙必须得有肘子。我这话不是跟开玩笑啊，因为这人都是有肘子的啊，是不是？您那画龙没肘子，伸了腿了，成直的了，您别动，先生们、女士们，别动那行不行？那龙没肘子了，您买它干嘛呀？它龙是爬行动物，是不是？那慈禧画了半天龙，那龙那腿没胳膊肘，成一条直棍，您买它干什么呀？您买的那不是一买一倒霉吗？那不是？别买，是不是？刚才我说了，画梅花像梅花，是画竹子像竹子。今天有一个人拿一个那个，那叫什么至正三年的那个瓶子，那竹子叫竹子吗？那松树叫松树吗？是不是？那是非常严格的，严格的。别把那个绘画精神丢掉。别把绘画精神丢掉。那小人画的那个将军呢，骑着马那将军呢，那是非常威武的，是不是？那是比例是协调的。上次上那个历史博物馆鉴定那个唐三彩，一个镇不寿，专家来了，仨专家都说假的，我就说真的，给那个两个专家都气跑了，说我是什么是抬杠，说我那降根，说我降根，我说我不是降根。等他们走了，我说给我找个小板凳来，没有，一捆的杂志给我搁那了。我把脚板凳一踩，这么一踩，我说这手板凳一搁，这手一插上，我这么一来，当然这个地方没这个，哎，你看这一来，我这身子必然我在这儿斜一点，对不对？我不斜，我不找不了平衡啊。这手在这儿。这对了，那天也来这个，这手在这儿，这行不成啊？这能对吗？要不然这样对吗？他一上拳他就这样，你要这样的话成宣誓了呢。哎，你看都很自然就这样，你得找那比例是不是他斜的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中国古代的人对画画非常讲究的，人体坐着的比例多少，站着比例多少，蹲着比例，这书上都有啊。所以他画的时候一定按着这做，塑像他也得按着这做。你看看壁画，看看壁画，看看那个青州佛。你看看，多看看这些个展览，多在脑子里头有些真实的东西在脑子里印象，那不是你鉴定的宝贝是什么呀？你没事一个瓶子那儿看了半天，您都不知道外头什么样，老看着一个转，那不是什么您得不着知识吗？所以这样一来，你就记住了，
这个花纹，每个时期的花纹都每个时期的特点。比如刚才我讲元朝是葫芦印，大葫芦印，以后绝对没有，您放心吧，绝对没有。再有什么讲了五十年代才研究元青花，什么时候元青花才上了历史舞台啊？拍卖公司成立以后，大家炒作元青花，那是86年九十年代以后的事了。所以这瓷器再出，准是九十年代以后的。您非得抱着那九十年代，您往前那想的，那不是您不是找往枪口撞，那不让人一蒙一准啊？是不是？到时候一滴了都滴了不起来，那元青花，是不是里头火是红花蘸沙子？那沙底啊，同志们沙。看了没？那沙底，他忘了一个字儿，他忘了一个字儿，人家上写着还写一字呢。有的学者把这古玩画给落一字儿，这要了命了，要大伙儿命了。人家上头还一个字儿呢，他给人落下了，好多专家都给落。人家要细的，细的还有一个字儿呢，还有一个字儿呢。我给加这儿啊，加这儿啊，人还有一字儿呢。细白沙底，什么叫沙呀？就是没上釉叫沙，他以为是沾了沙子的沙。那跟文物鉴定整相左，我们说埋摸那个沙底是晕晕乎乎的，又细啊又润，又细又润，这是古玩商的话，他们给用上了，用错了一个字，说永乐的细沙底平润，平润光润，他就没说这句话，就光说个细沙底，还说一个雍正仿宣德是细的螺旋沙底，坏了，这螺旋让学生给用错了。螺旋，人家说那螺旋沙底它是细的，细的沙底带细的螺旋纹，又给拉一细的，于是乎做了好多瓷器都是这样的。真的，书上写了螺旋底，这是螺旋底不是？您买去吧，一买一错，一买一错，绝对错。人家说什么？就是那细的，就是在辘轳上，辘轳上转的速度比较快，拿那刀子就来不及修横了，就是唰唰唰唰，一个一个挨着挨着走，成这么圆圈了。细的螺旋底，人家那刀子是从里头往这么走的。不是拿针一杵，呜呜呜，这么一个，不是那个。所以人家细沙底跟细沙底不是一个滋味。您光研究沙底了，您就写着沙就，您就按那沙子想，那不是，那不是，那叫误导，不是？是误导，不是？所以古玩商写的话，有的时候你们不明白，我明白。今天早上你看了吗？你现在你明白什么叫釉的肥润了吧？你也明白了什么叫肥润啊？不是说把瓷器打开让你看的全是肥润，就让你从表面看肥润不肥润。哎，只要你这学会了，你一辈子忘不了，是你的，我也挖不出你这个了，你就明白了肥润。这你看这个瓷片行了，您看多了会儿，您得要把这一个看成肥润，能看出来这就行了。又难又不难，您多得多看。有人说到那个拍卖公司，那有好多假的，那真假难辨，您自己去辨去呗。什么叫长眼力啊？那就是长眼力的好地方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只要没特殊原因，每礼拜我都上潘家园去。我干嘛去？我看看到底在有什么新生事物。我瞅着到底这些人呢，到底仿出什么怪东西了？一瞅见了。记得我脑子里了，一出来我就知道，我就给他封杀。
前两天那个电视呢，也是咱们故宫博物院的一个，我们鉴定一个西爵杯，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，给他定了12万。那个，您当拍片看去，一堆一堆的，一堆的，而且现在的学者有一条，绝对不上那市场上去，怕丢粪，我不怕。你看，我们那老师耿先生，我们在文物商店工作，文物商店是经营单位，古玩商，耿先生一叫必到，有什么问题，耿先生一叫就到。你要叫冯先明，打我参加工作，冯先明没去过一次，他不敢上那儿去，去了就打会儿围上，一问这一问那个，傻了，说不出话来了。嗯，我这特点好啊，说死的不说活的，一说活的得罪人。耿先生到哪个单位，一到各地文物商店都倍儿受欢迎，能给他说出1、2、3、4、5来，一会儿咱们看照片就有。这个纹饰，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不同的纹饰，是吧？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不同的纹饰。现在关上灯，给你们看看元代的青花纹饰的特点。这一圈叫什么呀？行话俗话管它叫遍体连瓣，文物界管它叫巴拿马。一会儿我写巴拿马，巴是巴蜀的巴，八大马，马是那个一十字边一马字。这个词儿写哪儿来的姑且不谈，先说这遍体连瓣。这个遍体连瓣，把那个大个的给我翻出来，就刚才头一个那个，你倒回去，就这个。这个尖是翻的，方的，仔细看啊，方的，这都是方的，看见没有？外圈粗，里头是一条线，这是细线，这是元代的风格。还一个风格是什么？八大马跟之间中间不重合，是一条缝，这是时代风格。时代风格以前没有，以后没有啊。再给我翻第二个，方的，中间有一条缝，谁不挨着谁，元代风格，绘画作为辅助纹饰，这是元代最大特点。第二个特点，这里头有杂宝，你看这火焰，这是脚，这是树叶，这是火球，在八达马里填上杂宝，只有宣德有，以前没有，以后没有，这是死套子啊，死套子。还有一种，就是在八达马里头画花卉，画团花或栀子花。栀子花什么叫栀子花？折枝花，就是把花折下去安上，四季花或12季花安里头，只有元代有，以后没有，这是多年经验的总结。这是万一后圈出这么一个，那咱们再另当别论，那是万里它才有一个，是不是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凡是这个里这样的造型，这样的八达马画完了以后，不是元朝的，就是90年代以后仿的。我都跟你说好了时间了，这样的话鉴定不是缩短距离了吗？您非得说是明中期的、清中期的，那您谁愿意说谁说，咱管不着。你看这几层，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、五层，这么一罐的五层，主题花纹是桂鱼、鲶鱼、青鱼，是吧？这也是桂鱼。这画都水草都是在水里头飘着的，是吧？画的非常逼真，这个
哪个画的刺啊？再给我翻一个，你看看，你看看是吧？画多好，一丝不苟。你看这胡绿看见了吗？有带刺儿的，你看胡绿花留白边，开的多好啊，一点不带含糊的。你看这凤飞起来，你看大胸脯小尾巴，你看，你看这个苗子这个凤翅多整齐啊，正在往上飞的样子。您画那个不成样子那行啊，你看这个颜色，虽然是照片，那颜色多纯正啊，这个颜色永远比不了原物啊，原物你比不了。像这种用这种直弧这种形状，就是元代有，就是这个，这种直弧最难做的是哪儿啊？你们能知道吗？最难做的是这个，看弧，宋代的元代的，首先您看的弧嘴舒服不舒服，安的位置对不对啊？这弧嘴你甭看这么一管奔着一按，相当美术啊。现代人有那个壶盖的图片吗？啊，壶盖这个图片，壶盖的图片不用，没关系，这造型你记住就行。这我劈不开的，这是书上的，这东西我拿不着，我也人家不让照，让我照得花钱，另外还得国家文物局批，我受不了啊。这里头你看那西光有多少，你看这都是这个这后头的都是西光，知道吗？这个地方都是西光，这浓浓的地方，你看这竹子，看见这竹子没有？再一个还有个问题啊，老师，你说他这个版，你说90年代版的话，他这个收破地青的话，就是说，你说从那个时候就淡带了，到现在版，他绝对不是这个画的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了。您说的太对了，达不到这个效果。那类似他也达不出来。就是、啊。首先，他没有那宝石蓝色；第二，他寄居没有这种铅光。什么叫铅光？上次今儿早上起来，大伙儿以为，如果要想看铅光，你拿一六 B 铅笔。六 B 铅笔在纸上涂厚点，看看那光，就是那色，我们也管叫铅光，就是铅笔光。你看这竹子，看见没有？完全保持宋代竹子的风味，枝叶往上涨，证明那王朝是欣欣向荣的。宋代竹子也这么画。再给我翻一个，这种盘子后期都没有，画的非常复杂。你看，一层、两层、三层，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，这么多。你看这老虎，这个怪兽，你看有没有爪子？有没有臀部？有没有关节？都有。你看这关节，都有。画的没关节还行。你看这沙底，这是红红的。非常自然，而且有深有浅。你看这有深有浅，这就是浅，这就是深，这就是都浅，非常自然。现在我仿的是一片红，祖国山河一片红，那行吗？那个，那不对，那个，这种画法是非常难。在蓝地上画白花，不是蓝地画白花，是拿青花涂蓝地，工艺水平相当高，这种绘画方法只有元代有。这里有撒大本粗的东西没有？没有吧？再翻一个，遍体连瓣里头画花卉，看见吧？就元代有。而且它有一特点，这儿还有一个小眼儿，冲着这个缝儿那儿，这都是元代特征。
你比你现在画的绝对乱了套了。你看小头细身肥身，那边看不见蛇尾，爪子有关节，看见啊，都有一个关节，你看这关节，关节爪子往前蹬着走。你看这个腿是从这肉里长出来，你看这长出来的，看见吗？火焰冲后，肘毛冲后，这快飘起来还冲后，这云在冲后往前飞呢。这是元代的最大风格。咱再看一细部，这就是细部，小头细颈肥身，那边蛇尾，每个你看这腿都是长出来的，你看这都拿一线，这是长出来的，等后来就没了，没了，不知道按哪儿了，糊涂了。你看这爪子多尖啊，你看我当时写是蹬踏有力啊。这是元青花里头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龙，这是非常典型的，以后没有新仿的画不像。我那同学他仿的那个你也买不起，嗯，也得十几万二十几万的也得。走，再走。咱们说说走麦城，我走的麦城就是这个。这个玉壶春外头仿的特别多，千万注意，千万千万注意，仿的这个太多了，市场见的很多。我怎么上得当啊？口里头有花卉，只有元青花在瓶子口里头画花，以后很少见到。我当时糊涂了一下，就这没看见画花，一下让人踹了一脚啊，都记住了，就忘了那一条了。这四件都是真的吗？我照的没假的，全是真的。那我说我啊，因为没注意鉴定这口上有花纹，我忽略了，上了当了。小头细身，小头细身，肥身蛇尾，你看都带肘子，看见吗？肘毛都带着，你看都带着肘子，符合规律，符合爬行动物的规律。再往后翻，小头细颈肥身蛇尾啊，这是景德镇御窑厂出来的元代龙纹罐。为什么拆了？这个盖盖的不严，拆了，其他没毛病，画的相当好。这是五爪龙，前面呢都是三爪，都是官窑。上次哪位大仙呢在电视上说五爪龙是皇上用的，四爪龙是他儿子用的，三爪龙他是孙子用的，那两爪呢是收破烂的，收破烂不是得拿挠子挠吗？是不是？他孙子是三爪龙，他孙子要当上皇上就得六爪，得加倍，这是错误。这一个大专家说这话来，真让人惭愧。我告诉你，三爪，那他为什么有三爪、四爪和五爪？这不是绝对的。什么时候有严格规定啊？明朝以后有的规定，元朝没规定，宋朝的官窑三爪龙没规定，
他是按照汉代的三爪龙过来的。清代有，清代是五爪，清代五爪，这三爪四爪五爪不一定。上次井子上发现一瓷盘，是宣德瓷盘化龙的，给拆了。大家伙等到我们那个刘信元他们那几人给他粘上以后，吓一跳，这爪这化龙化了六爪，一瞅不对头了，给拆了。画混子了，谁说没六爪就有？这个书上写三爪、四爪、五爪，不是死板刻的，不是死板刻的特别严格的东西。到了清朝中期以后，没人管了，官窑、民窑照样画五爪。啊，这不是鉴定的主要原因。我们主要看绘画的风格。走。这个青花颜色阴散太厉害了吧，啊，这阴散太厉害了吧，这就苏黎波丁纯料画的，就这样烧飞了，但是造型规矩。这是维吾尔自治区在新疆的出土的。走，小头细身蛇尾，你看跑动，呼呼呼都往后去，连海水往后去，哎，巴拿马方的啊，海水向阳，这底下厉害，这底下又龙，你看这是杂宝，杂宝。你看效果是不是，看看不是一大片，是吧，没有，有地儿有，这有白的就是甩的右的，合一块吃面咸丸，大五子花龙，这两个竹席花，两个竹席花味，合一块走，这龙就坏了，这火眼尾，头细颈，肥身火眼尾，三爪。从这里看，火眼尾，牡丹花留白边，这都留白边，这照的不，这照的不好。这个龙还没脱离宋代风格。整个走是椅子样的，夹饼丁的椅，还没脱离宋代的风味啊，画的这么圆它也得有肘子，看这有肘子，而且你看这龙腿是从肉里长出来的，你看从这儿开始画长出来的，有尖的，有结构，以后就没了。走，这就是我们上次看见的，你看这有一特点，门瓶有个盖儿，里头有个销子，有一管儿，怕它挪动掉下来，永乐也就没了。这永乐的门瓶好动面，那盖儿掉了，大家记住了，凡是有罐儿是罐儿。